水、阳光与空气是地球万物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而其中水又占人体组成的70%，是人类维持健康与身体正常运作最核心的元素。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一块认识致力于推广喝好水的能量水品牌公司，分享如何透过正确的喝水习惯与方法，拥有美好的健康人生。在五坪大的露天养殖池中，一尾尾活力十足、肥美的鲜虾快速地跳动着。相较于其他的养殖场，这里的虾子不仅个头更大，同时也更有活力。而幕后的功臣其实来自于饲养水池的不同。借由这一瓶拥有丰富微量元素的优质好水，成就出一只只肥美硕大的鲜虾。水是生命的基础，要用勤喝水、喝好水的理念来制作最适合人体的好水，让普罗大众都能喝得到。因为当初发现蕴含微量元素跟矿物质的水非常适合人体所需，所以成立了研究团队。经过11年的研发，采高科技特殊的制程，完成了 pH 值8.0至8.5的碱性离子水。加入中草药浓缩液，经过几天的时间后，左边他牌纯水的内容物已有生碾酸臭的情形，但拥有微量元素的碱性水却依然保有不变质的草药香味与状态。透过实验可以发现，饱含微量元素的碱性水具有不容易在空气中氧化以及富含高度能量的特性。由陈桂英领导的能量神奇水品牌，不仅水源来自自然涌出的山泉水，更添加了来自3000公尺的深海天然原矿，对于维持体内酸碱平衡、维持均衡健康的状态，可谓拥有绝佳的帮助。一般市场上的水，它都是深水，我们水之冠的特点，它是天然的抗氧化离子水，经过高压裂解煮过的熟水，它是不含氯的。因为熟水它能把我们矿物质跟微量元素来自这大自然资源的东西，它会把它逼出来，让我们人体好吸收促进血液循环代谢也能帮助那个体内的环保。在适当的时间点摄取适量的好水，不仅是最佳的养生之道，而透过能量神奇水的诞生，更为许多国人及毛小孩带来莫大的健康福祉。我喝水灌之后，感觉到它的胃口也是非常好，喝起来很顺，所以我就喜欢喝了。我又感觉到它水质灌是用很好的矿物质去提炼的，可以好像是有也补充到我很多这个微量元素。我觉得它能够生津止渴，而且它有微微的这个咸咸的味道，然后我又喜爱跳舞，所以每每我在跳舞的时候，在这当中我补充了这个水族罐的这个水，我觉得很不错嘞，让我精神又更好。每天补充充足的水分之后，非常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肠胃的排泄比较顺畅，感觉身体体力精神都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喝了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之后，可以增加体内的机能代谢，然后让皮毛也跟着更好更柔亮。喷在局部的部位，它也可以改善已经红肿还有粗糙的皮肤。针对口腔的部分啊，它可以抑制细菌的滋生，能够让狗狗的口臭去慢慢减少。历经11年研究开发，并通过 SGS 验证无重金属检出的历程后，为了让自家优质好水能够造福更多国人，品牌总经理陈桂英将持续拓展优质好水的行销网络。公司在漫长的研发过程中，秉持不放弃及相信的信念，希望未来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把真正的好水推广出去。水是维持人体健康与免疫力调节力的关键因素，
尤其在世纪疫情来临之际，每个人都更需要拥有坚强的抵抗力来与病毒抗衡。拥有健康就从喝对好水开始，水之冠与你一起并肩对抗世纪疫情。水之冠，赞！